说很多我就是请学生自己提问题，特别是我们课上的学生可以先问，因为他们已经准备了问题，但是以后那个所有的人都可以问他们想问的问题。好，所以今天就是学生先啊，你们要提问，王凤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两位老师之间合作的问题，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学生作品，然后也是导演和编剧经常容易打架，然后两位合作的时候会不会有某种张力，或者是你们怎么样就是你跟谁就是讨论，就是妥协一下，就是怎么拍出来一个合作的作品，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导演跟编剧怎么合作？您呢？你先讲，开个头吧。基本上没吧，没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冲突吗？怎么样状态？就是讨论吗？因为最后对我来讲，最后是现场，拍摄的现场，对不对？前面的讨论，反正就是有的是他的小说改。然后前面都会讨论过了，像朱老师也会到现场啊，到现场是只有第一部片其实也不是那个侯导拍的，就是我会参加电影，就是小 B 的故事啊，好像是翻成那个 Growing Up 这个小 B 那是哇，那很久了，1982年的事情，就是我这样一不小心就是踏到电影界，是这一部啊，就当时他们看了一个短片的，想要改编成那个电影，所以来联络要买这个版权，啊，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参加到电影。可是当时其实侯导演是做编剧，好，那是陈坤后拍的，我们是因为这个加进来的，就所谓的台湾的 New Wave， 就是从这个，因为他卖座非常好，卖座不好可能就没有继续吧，因为卖座非常好才会一直继续下来。所以讲到我们俩的这个剧本的合作呢，我觉得是很像，其实应该怎么说，一切其实是要以那个，我想是以侯导演做，他一定是他发球的，我们说那个打网球的话一定是他发球，他不可能是说人家编了一个剧本，我们那天有谈哈，比方说是像李安，好，我们今天讲了，然后像李安的就是说他大概一个电影拍完已经一堆的剧本在排队等他了，然后他跟他的制片人就一起来，在这一堆的排队的剧本里，他选一个，在当时某个条件都到位了，或是李安自己觉得特别感动哪一部剧本，好，所以这样选出这本来执行。那个大概就是对于侯导演来讲，他的电影工作方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就是说别人写的剧本他来拍没有，全部是他自己，就是我有话要说，最重要是我自己觉得有这个动力，有感而发，所以那个第一球打一定是他啊！如果不是他启动任何一个话，你在旁边怎么说，或者是尽量拿出，就像我现在做的，因为其实离聂隐娘已经有个2年的时间了，那我想应该差不多了吧？下一部片子要，可是有很多的东西拿给导演看什么，他都好像还一时之间并无感动这样子啊，所以是比较是这种合作方式。那大概众所皆知，就是合作进去的时候，其实我基本上其实是就像他是我们一个思考的过程，像是个自问跟自答。好，你要思考，就是你自己要写东西，要自问自答。那大概第一个就是侯导的自问。好，因为我跟他频率相同你才能 echo， 才能够自答，所以大概方式是这样，对，先这样子吧。我想问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千禧半波的，就是我了解到这个电影本来是一个10年
时要做十年，对。然后，但是后来好像中断了。然后我想知道，太难了，因为中断，然后没有做下去。但是否还想要做下去呢？因为现在也正好过去了十年之后。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就是黑道人物的这个问题。我在您电影中看到很多黑社会，然后就这种超越在体制之上的一些人物。然后我觉得这些人物，他就特别反映那种侠，就中国那种侠的精神。而且我看您的专访，还有一些，比如说阿塞亚斯拍的纪录片，就您有提到您从小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然后包括在街上打群架，对您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些黑道人物对您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观察到他们总是结局都非常悲惨。要不然就是疯疯傻傻，要不然就是死掉，要不然就消失，都不知道去哪里了。那比如说像聂隐娘，她在古代她还可以去归隐田园，算是一个比较开心的结局。但是在越近代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他在生活的空间就越被挤压，然后无法去伸展开，以至于就最后慢慢的就消亡。然后我想，我因为我一直都有一个假想，就是联系到您个人说的那个关于武侠小说还有打群架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您内心里有一种浪漫的东西在，但是就是因为您是追求写实，就是再造这个真实的过程中，总是给他们一个特别宿命悲剧的结局，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在您生命中有一种这个浪漫的这种情怀和现实的一种抵触，所以最后就让他们全部都悲剧掉了。然后您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在？没有，你讲的太那个，因为事情不是这样讲的，你懂我意思吗？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不是，主要还是人。你面对的基本上，有演员呢、啊，比如说你感觉几个演员不错。然后你就会想象他到底是什么，他会比较符合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定的，不是每个人什么角色都可以演，那是好莱坞，但是好莱坞都有限制，就是某个演员他只能演哪一部分，不是什么都可以演，所以相对的就是你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多专业演员，所以你变成是很多都是，我看得不错就可以演了。那可以演是你要根据他的状态去调整。所以我拍虽然拍很多，有拍一些我以前的记忆的，但是找的人，比如说我找那个叫谁，年轻的演我的那个叫谁，刘安顺。童年往事，童年往事，尤安顺其实很难找，尤安顺演也不会像，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那就我就不会管这个了。你既然找了他，你就针对他去改变，针对他的特性去表达，绝对不是说是一直存着一个东西，然后你找到一个人就把他加到他身上是没用的，因为找的都是非演员多。他们其实不是真正的演员，那你在台湾要找到真正的演员其实很少，那有时候真正的演员呢，他们也有固定的一种模式，在台湾演电视或演电影习惯了，他们会就是会有一种所谓的腔调，所谓他们的一些表演的方式，这样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宁愿是很多是非演员的。非演员就是为什么用非演员呢？比如说我好看到这个人，看到他，哎，我感觉他有一种特性是别人没有的，他自己不自觉，那我就是找他来演，然后想办法把他这个特性表达出来，基本上是这样，而不是说是我们都可能都是看了，我们学电影的过程就看了很多电影，感觉我也要一个这个角色，那你找谁来演呢？你虽然在电影看了这个演的这个人演得很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演那个角色，所以这个完全是，尤其是从电影你们刚开始，应该譬如你们同学之间你感觉他很有意思，那
思是什么特别之处，然后你怎么能够让它更深入，意思就是说把它挖出来的，让它能够更呈现出来你自己的感觉，对它的感觉。对，那有时候不尽然是如此，所以有时候要顺着走，因为你虽然认为他这样子，看他这个样子很叛逆什么，因为其实他有另外一面，绝对不是，这完全是针对非演员，不是真正的演员。真正的演员呢，以前在台湾也不多。你说他真正演员，他演的就是那一套，他每部片都演的差不多，个性都逃不掉，你知道吗？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所以很难。这要翻，要不要翻译啊？要。没有，他们是中国语文学院汉学，汉学，所以都没有翻。不然讲太久了，补充一下，你刚刚问的这个黑道的情节跟侯导自己，其实我很早的时候我就听过侯导讲，他讲什么呢？因为他大家都知道他是在那个城隍庙。台湾哈，就是城隍庙，一个大榕树，城隍庙，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年轻人聚集在这里，打架啊，什么干什么这些的。那当时呢，侯导他就是从小因为这样生长在这环境，他曾经说过，就是这种地方混混，好像大家这样混，他一直有一个你讲过，就一个 complex 情节，是不是？就是他在这个混的里头，他没有混到老大，他没有混到老大。其实意思就是说，在他我听过他讲，就是说，其实还是他父亲的一个身影，在童年往事，父亲老在那边，看书，就是一个背影，也不跟小孩亲近，但是就看书，然后加上他自己从小看武侠，看一堆，可能就是这个看书的这个影子吧。父亲看书，所以没有让他，在他一直混跟大家打成一团，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就很多其实就走了，在很多这种年轻的这种打架之中，有的就没有了。好，这我们看他过往的电影都晓得。那他后来因为就整个就离开这个他的这群朋友，好，就到服兵役，在台湾是叫做服兵役了，或者就到台北去了。那就是你。在他来说，他没有混到顶了，没有混到顶，所以终生就是有一个黑道的这个情节这样子。那黑道情节其实在这个中国的武侠，其实武侠意思就是说，你很多的正义，哈，正义在这个正的系统里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你就是说在这个正的系统外头。我就是用武力来解决，这其实就武侠的剑，就是打抱不平，跟正义无法解决。好，我就用这个武力我来解决，替天行道。好，这些东西，那这个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侯导一直就有这种打抱不平的。所以你讲的黑道剑是一步一步，可是你想是在不是在系统里的，是在系统之外，你说这个命运会好吗？你想看，就是水浒传最后都被朝廷收编啦。嗯，不是被朝廷收编的呢，那你就是像他的年轻的朋友很多就没有了，好，就发生意外就死了。嗯，这个是一个事实这样子。这就回答你的这个。那还有一个千禧慢播，的确当时呢，因为是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网络兴起。好，后来那个网络啊，什么什么各个公司什么 .com 什么什么的全部都成立，很多很多，所以那侯导也有的这底下也有人就他们的公司就成立了这些网络公司，因为钱太多都要进来，他们都想象可以发展很多，所以当时曾经千禧慢播就是说连结哈，就是说里头好多角色，那这个角色呢出去可以发展出一个，这个角色出去可以发展一个，当时其实这个想法太快了，现在很多网络电影好，可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很像风潮这样一直连接，每一个就发展出他一个高洁的，有他的故事，当时是有这个设想，是因为太多钱投进来。好，可是你知道2000年那个钱烧得非常快，好，烧光了也没有了。那这的确是当时有这个计划，可是那个
计划永远赶不上那个变化，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就没有把这个计划执行下去。然后还有一个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课堂上一直谈的，其实很多的美学的发生跟都是因为要解决拍摄中的问题跟现实的问题。在千禧曼托里头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侯导是拍他当时身边的这一群朋友的事情，他永远是这样子，不是我的故事，念真的故事，而认识一个新朋友，他的日本翻译就是那个拍出了《咖啡时光》，好，他的在日本所有帮他做翻译工作的小板就变成《咖啡时光》，所以永远是他认识新朋友啊，听就拍他的事情，所以当时他周边一群朋友，好做那个做这种当时的 techno 的，好说林强他们这一群，那他就听他们东听西听，就想拍他们。可是这时候发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写剧本，因为侯导那时候拍这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几岁了，好，已经六十几岁了。没有，五十几岁，差不多。这里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年轻人拍年轻人自己，那是另外一种东西。好，就是像他《峰会来的人》的时候，年轻的拍年轻自己，他就是本身就是他只要呈现就好了。好，可是拍《千禧曼托》的时候，侯导是跟着人，可是这里有一个裂缝。这个裂缝是什么？就是侯导已经是他不是自己是一个年轻人拍自己的，他已经无论如何五十几岁的，他已经产生一个距离，好，产生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呢，就是说潜意识里他可能不同意这些人，好，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所有的这个生态，在这种潜意识里，他其实并他也不是活在此中。然后他也不见得是同意，可是如果对这种现代都市生活的这种不同意，有些人是采取批判的，比方说杨德昌的那种现代感，他对那个现实的敏感，然后他是采取一个批判的。可是侯导演从来不批判东西，你看过他电影一直以来，他是不批判的，他就是呈现。好，那但你潜意识里又觉得，其实自己是有个违有一个违格，有一个不是这么一个东西，是你他拍以前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啊，那是消化了三十年。好，所以他拍这个《峰会来的人》《童年往事》，都是他消化三十年的东西。可是这个现代，他顺着他们是可以的。这产生的空隙，我们怎么解决呢？就是用这个女的十年后这个就是这个 Vicky， 他为什么不用我呢？为什么不用他的旁白？非常奇怪，很多人的旁白是我怎么样，他竟然用一个他，好，竟然用个他，他当时怎么样，就是要解决这个空隙，就是让说是十年，好吧，这里头的 Vicky 十年后他三十几岁了，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回看他十年前他年轻时候的事情，好像是会产，那就是他的距离，而那个距离其实就是侯导五十几岁拍年轻人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采取了这个 Vicky 用，既不用我，而用他，而且用一个十年来回顾，就是2010年看2000年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在做编剧的时候为了解决问题。产生出这个形式，但电影是2000年就出来了，2001年就出来了，所以他就等于说是，可是他就用十年后的叙述这样叙述他现在。OK， 后面有一个。生活中有所感触啊？你们两位就是在个人生活中有没有感受到过？
讲的太复杂了。因为李天禄就在你面前，你懂我意思吗？我认识李天禄这个人，在很多片，尼罗和女儿也有出现，然后恋恋风尘尤其是比较多。然后他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找他拍恋恋风尘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个大概，他就知道了。但是问题是，他一开始一讲，你里面都用完了，他还在讲，因为他是一个很会讲的人，对。后来我再跟他调整，他就知道了。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艺人，非常清楚。所以找他拍，我跟他沟通过以后，他其实非常快，他根本就是一辈子都在表演。他的表演虽然是没有看到他人是布袋戏，但是他那个台词跟什么东西太厉害了，他对人的状态 也非常非常清楚。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他讲就是说，是不是对这个你其实我想，其实如果但凡在座有稍微做过一些创作或什么的人，或写一些什么的，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就是跟一个树的成长一样吧。你树这么矮的时候，你看到的眼界就是这样子。但是一开始我想一定是从自己熟悉的东西、感动的东西写起。好，当然现在奇幻那些我们不把它列入在内。我就是说，作为一个比较是，不要说纯文学吧，就是一个文学的事情，或是侯导的电影，他总是讲，就是说从自己的熟悉开始。那你熟悉的时候，你的树是这么高，你看到的就是这么多。然后你树长到这时候，你的眼界又不一样了。当你长到3尺高、5尺高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的又不一样？那但是一定是你的那个根是要扎在你的土壤里，好，深深扎在土壤，然后你会一直看，根据你的人生经历。所以你问到就是说，为什么悲情城市跟戏梦人生好像是跟历史的结合在一起？其实，在他童年往事，如果是讲是他自己的片子，大概是应该算第三部的时候，童年往事，像《风归来的人》，就是完全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打架啊什么，在这种青春无可，就是忽然有一种悲伤，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悲伤，他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么一点悲伤，让他没有跟其他人真的是一直去变成街头小混混了，这么一点悲伤让他停住了，让他觉得这个悲伤也许可能来自童年往事里头呈现的父亲的一个背影的一种悲伤，就让他停止了，没有再去街头混混。所以到了童年往事，虽然也是拍自己的，但是呢，里头最动人的其实就是那个祖母。我就是因为他有问到这个那我就马上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比方说是像到童年往事的时候，虽然也是自己，但是呢，就是最重要是他的祖母老是说要去回大陆，因为不管是失智或者是已经现实跟魔幻分不清了，所以他就觉得从他自己的家里头走走走啊，就可以有一条路就走到他的广东梅县的老家，从他是住在高雄，就这么一个，所以呢。童年往事虽然拍自己的，可是因为祖母的这条线，你感觉讲自己的故事，可是时代背景已经在了。整个这个1949年这个家庭迁过来，剩下一个老祖母就觉得她一直要回去，所以你感觉到那个镜头是非常有名，祖母带着这个小孩子说要去回大陆的她的梅县的老家，两个走走走走的就碰到朋友的拔蜡园，就在里。拔蜡你停下来就丢拔蜡，那这一老一少的这个背影，某方面来讲其实就是台湾的命运，好，就是小的是他自己个人传记，这个祖母的老的背景，你感觉像是一个台湾的背影，台湾的，所以这时候其实已经超过了个人自传，已经自然家，那更别说到了悲情城市，他可以更 handle 更多的事情。然后悲情城市里头，这个李天禄就像刚侯导这样，就这个人在眼前，你不拍他还拍谁呢？是这么发展出来的。我又问题关于那个
事及上海的妓女的高档的妓女，所以这个故事，就我好奇我的问题是，是不是你选的是因为没有人讲？就比如说在电影上很少有讲这个十九世纪的女人的一些故事，还或者有别的原因，就是可能也有合适的演员什么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我发现了那边有一个镜头是一个就是妓女带着舞的时候带到那个缠足，然后这个小脚缠脚，对，你们是怎么拍的？因为那个我看了很清楚，就翻起来很小的那个缠脚，所以我好奇就那个是怎么做的。那个很简单的、他那个就是穿上去是合他的脚，但是问题是那个底下是一个小脚，这样底下是一个那个像一个小脚的那个鞋子，你知道吗？然后你裙子穿上去，这不难，不是把他脚真正绑起来，已经绑起来了。然后还有呢，还有呢。第一个问，就说你不会拍女人啊？怎么是海上花？海上花就女人，全部是拍女人的故事。我没有，我不会，我没有说我不会拍女人。不是大家，没有，我很会拍女人。不然舒淇很多这些怎么演员能够演出来？不可能的，所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你们看海上花就知道了。对不对？其实每一个角色，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小说在那边，所以你找到了这个演员之后，其实是要调整的，因为他那个演员可能跟你原来的小说的描述其实有点出入的，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甚至于我第一个找到的，第一场的那个叫那是日本人。那个不是，他不会讲我们的话的，但是他可以把那个对白全部背下来，然后嘴型完全一样。他后来是配音的，那个人也是很特别。那个人呢，拍完那部戏以后变得很会演戏。在雨田美智子，一个日本演员，叫雨田美智子。对，他后来在日本就电视什么都演，变成突然都会了，可能就是需要这种磨练。所以还有啥？那为什么选择这个故事？就是海上花是吧？嗯，海上花为什么选择这个故事？有点是怎么会看到这个的？是好像是research，不是这个片本身。我看了这本，当时很奇怪，是日本人呢要投资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是郑成功。你知道吗？就郑成功，你们都算算小的哈。不是郑成功要投资，是他们要要拍。日本呢把郑成功当作他是国姓爷，有很多戏剧什么日本人要投资，他们称他为国姓爷。为什么？因为他的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们的戏曲上啊什么常常有国姓爷这个表演，这出戏。所以我去平户的时候，他出生的地方，他们那时候就想找我，我再去平户，后来没拍了。那因为那个平户，因为他郑成功父亲郑芝龙是海盗，好，就是那个明朝末年整个海盗这样横行，所以一直到日本，所以在日本那个也娶了日本，他也生了那个郑成功，因为是他在平户出生，所以当时平户市的市长，好啊，但就是这样子，我拍个片子，我这样就宣扬。他们议会讨论，议会也通过。他其实就是说做观光嘛，就是好，这个平户啊，我们出了一个什么什么，说能够把这个拍出来，好，我们也全力提供。
全力提供的话，那这样郑成功能拍出来，我们评户因此大家也知道这个渊源什么，就发展可以发展，所以议会也通过了。那这个就是来找侯导拍，所以就后来就一直讨论，这个剧本其实是写出来的，那是谁写的？是那个钟阿成，好，如果也许钟阿成哈，那个大陆的作家钟阿成有把它写出来。那中间有一段是郑成功在南京太学念书的时候，他常常去那个秦淮河畔，秦淮河畔就是全部是这个就妓女妓女的生活。那虽然差得很远啦，这个明朝末年跟清朝末年差得非常久，那但是后来也是我们就大地什么都乱看这样。那这时候刚好就是有海上花上下两册，那我也随便就拿给侯导看吧。没有想到侯导一看，为了你设局啊，没有想到侯导一看非常喜欢，就是这是在清末差年差了很久的清末明初的这个，他看了非常喜欢，喜欢到后来他就把拍出来。所以郑成功的计划没有拍成，可是想不到海上花拍成了。陈怡，大概没有了，因为平那时候主要是那个平户市长换人了。对白都有，他不是你听我讲，然后他照这个音全部背下来，厉害吧？所以嘴型是一样的。那其他人大概每个可能有一些状况要处理，但是基本上其他比较 OK， 他们讲的话就比较 OK。声音呢？声音在电影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演员他本身应该讲本身的声音，但是有时候很难。像那个你说《海上花》，那个谁，那个雨田美智子，他是把那个全部都背下来的，所以他的口音是相同的，音然后再配音，类似这样。人家没有做到这个是很难。那你说用配音，因为以前拍电影都是配音，演员就是巴拉巴拉
完全没有声音，现场没有同步收音，以前的电影，尤其是台湾的电影，然后所有都是事后在荧幕，也是在小的放比较小的放映间里面，然后呢演那这个配音员就来了，那配音有领班有好几个，他看了这个片，他知道这个角色找谁来配，然后他们就对着那个嘴，然后有这个对有那个记下来的场记记下来的对白，然后配。那个就是有时候配，那边少了一个字，好像多了一个嘴，然后他又要加一点虚字什么之类的。那我后来拍片我感觉那个是不行的，还是用现场录音，直接用录了音，然后让他们再去听再去配就比较快。那时候还没有同步收音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基本上你声音假使没有处理好，那个角色就很怪。你要看以前的电影就是很怪，每个声音都是差不多，那个情感什么跟角色就会有种出入。你讲的那个画外音的延续哈，就是画面常常是那个还没出声音，其实是一个节省。他那个因为侯导这个电影，他就是简约浓缩哈，然后也不是走戏剧的一个 step 这样子下来，好，他常常就是把两个东西。两个画面，可能这个画面已经是很久以前的，然后这个是一下跳到位了，它就用声音串，它的功能是节约然后浓缩的这个画外音的效果。还看到小米屋里还有一个。主要就是有舒淇，然后你就有这个动力，想把以前看过的聂隐娘这个故事把它拍出来，主要是这样，很现实的原因。看我就喜欢，因为非常特别的，基本上那个小说
因为几乎不可能有这种事，你知道，在一个租界区，然后非常独特的啊发生了这些事情，就是这些。然后那时候呢，文人呢基本上是他们结婚都很早，十几岁就定亲就结婚了，你知道，所以他们并没有性上面的问题，但是基本上会有爱情追逐的问题，所以才会有海上花这种背景。所以那时候就感觉很有趣啊，海上花我为什么看我也忘了，就是郑成功嘛，郑成功的那个 research、哦、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说这种小的变动，或者是比如说他那个鸦片，对，鸦片的那个最后是说是吃鸦片，可是在当在原著里头，其实我们应该私下讨论哈。在原著里头，他当是做一个梨啊，梨里头这样是一个骗他，基本上呢，其实就是最后好像就是这个周双，他们这个家庭，好就是那个周双，对对对，周双珠，其实周双珠跟着洪老爷两个一起榨财。其实他们的榨财就是，所以他就是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说他你就是啊，弄得人家这样子来自杀来干什么的，所以他就说5000块给他赎身，所以他才会一直讲说，那他是要嫁给谁？嫁给谁？这是一个讯息。对，其实就是人是真情，然后另外一对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洪老爷跟周双珠5000、5000两个合起来，就叫他拿钱出来，他们其实基本上是诈财的，好，就等于说你想想看是，这个很含蓄啦。那有些地方跟原著势必没办法是一样，因为就是讲到节约，好，你电影是2个小时，他那个书很厚哎，很厚，那个其实跟《红楼梦》差不多一样大的那个章回小说，嗯，是这么厚的。那嗯，他这个其实最大的那个，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说，所有的那个中国男人，其实是一个在中国的宗法社会，他们就是传宗接代，所以大概都是早婚，所以性是不成问题的，性是不成问题，很早就是结婚了。所以可是跟性一样甚至比性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爱情，是爱情。那在中国的宗法社会里是没有不讲这个爱情的，所以你要找爱情，在唐人小，在唐人诗什么，就是到这个妓女的歌妓啊什么这些地方去找爱情。那同样的，在这个清朝末年，好，清朝末年的时候，清朝的政府是禁止侠妓的，是禁止的，好，你要侠妓的话只能到哪里？只能到清朝政府管不到的租界区，好，在法外区，在租界区你可以找可以那个侠妓了，对，嗯，所以呢，在这个侠妓的这个妓院里头的一桌吃饭，老是拍吃饭，一会这家吃，一会那家吃，可是这个吃饭是什么？其实吃饭这个除了官员以外，还有商人。商人以外还有这些，所以他是打破阶级的，他是打破阶级的。然后在这个范围里头，大家就是解决事情，所以每一个妓院基本上其实是这些男人的一个 office， 他们要办事情，可能在我们现在就是高级俱乐部吧，好，就是你要办事情，要解决很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场合里头做这件事情。因此在这么的一个范围里头，女人呢，那是男人，那女人呢，那女人第一个，中国大家都想，中国女人是都在家里头的，好，你说结婚的什么都在家里头，她是没有社交生活的，都在家里不出来的。可是你看在妓院里头，妓院里头的第一个女人是有社交生活，她在这一桌吃饭，好，谁喊他什么，大家可以，一个就是有社交生活，第二个有相当程度的经济独立，好，经济独立，这两件是非常重要的，好，社交生活、经济独立之后呢，因此他可以相当程度的，就是
选择，比如说他中意的男人，他可以去选择他们的，好，可以。然后这个男人对这个女的呢，他也不是你付了钱你就可以过夜的，不是，他的手续很长的呀。就是说爱情，你就是追女孩子，追逐了，要追逐了，要追逐，你不是付了个钱什么就，因为我们看《海上花》就知道，好，你要先来的时候是干什么，然后啊怎么什么什么，第二次来是干什么，第三次来，在这很长的过程，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文明非常复杂的，他把这个妓女的制度化了，然后追求的这个文明的手续是非常的复杂，这个复杂的其实某方面就保护了妓女，相对来讲就比较人道，比较人道，好，他因此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第一个追求爱情的过程，然后相对来讲比较人道，因此呢，妓女她可以对鼠疫的男人她可以选择，而同样如果这个男人呢是比较有长性的，就是他跟这个女的是比较有长性，你知道他来往是可以什么长则七八年的，就是里头一家一家的，比如说这个客人啊，洪老爷跟周双珠的这么长，已经变成你想想看有个七八年，一个婚姻也不过就七年吧，如果说是七年之痒，我们说七年之痒也会就是七八年的时间，可是如果妓女可以选择，而且客人又有长性，他们几乎是维持一个短则好两年三年，长则七八年，差不多已经是有个一夫一妻制了。所以这是为什么长山疏玉哈，为什么这个海上花里头的每一个妓院的家庭气氛这么浓，长山疏玉是有名的家庭气氛浓哎。好，就是一个妓院，一个就已经好像变成一个家庭，啊，某个程度的一夫一妻制，好像互相有一个，然后又是他们的办公室，是他们，所以他们的生态是这个样子。那这不是一般的什么，我去妓院这，所以其实很多很多观众啊，抱着说是抱着来猎奇，好，这个在印度就是啊，有一次他去参加那个印度影展，那个才是一个奇观呢，他们想拍个妓院。好，有他们自己的想象，所以那个戏院里头满满的全部是男生，全部是男人观众，这就是一个诉求错误了，他可能觉得是一个想象的，对。那所以这本书的价值，这本书的价值，海上花的价值，它就是在讲一百年前中国人的一个私密的感情的生活，因为中国人是没有这个的，因为你没有爱情，你没有这种追逐，没有这种啊，是没有爱情生活，所以它是填补了中国百年前的人的私密的禁忌的花园的一个生活，所以当时这个妓院小说非常流行的，除了海上花以外，妓院小说很流行。可是如果在座很多中文都，我们念过历史都知道，就是1927年，我们讲是，我们谈就是民国16年，好，1927年，北伐，好，北伐那个抗战就是蒋介石的一路打，就打军阀，就大家都是就是割据，像那个唐朝一样藩镇割据，当时就是军阀，所谓的那个北伐就是蒋介石一路打统一。就把这个所有的像唐朝的藩镇全部统一，他就是军阀全部统一打到北方了，那北伐是什么，鼓励不能续妾，好，不能续妾，然后婚姻要自主，好，不是家里给你谈好就好，然后鼓励自由恋爱，因为在这个气氛下一下子所有的妓院小说一扫而空，没有人要看了它是有这个海上花的时代意义是在这里的，所以那侯导当然是不管，他就是觉得非常好看，因为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讲的全部是日常生活，根本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妓女的猎奇呀，或是什么这种，不是的，而我想就是这种家庭气氛，好，然后人的感情讲人际，其实对侯导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海德堡有一位教授叫叶凯迪 Catherine Yee， 他就是关于这个题目写了两本
两本比较厚的书，所以你们都应该在图书馆看，因为他刚刚说的在这些书也有很那个介绍。好，后面有一个问题。车有什么车什么，然后人一车什么，那你怎么去建构那个街道什么，那是不可能的。我感觉那个，所以那时候就是全部在室内拍，解决问题。因为其实当时这个剧本有送给大陆，哎，大陆审不过呀。当时其实想要去上海出外景的，那后来那个剧本是他就说是讲妓女的生活，他不通过的，所以根本那你就外景是没办法拍了。我有两点关于这个北京城市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样的这个想到拍这种二二幺关系的故事，因为在这个时期就没有人说的，这个是跟六四在大陆现在的样子，所以就是为什么样想到还是用什么资料讲这种二二八的故事在北京城市里面。第二个问题，这个是你们用的就是自然风景的镜头是太多的，就在北京城市里面，这个我研究的这个用自然风景的镜头有一点区别，可以让这个胡晓先说说一下这个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自然风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二二八，为什么拍二二八呢？第二个就自然分镜，就是说是不分镜了，就根本就是不分镜。问为什么是自然分镜？不，它的意义为什么用？因为哦，自然风景，自然风景，自然风景，因为哦，这并不是自然分镜，啊，就是整个自然风景哦，好，这两个。自然风景，什么自然风景？就是北京都整个都是大远景啊，但是很多电影都是像《聂隐娘》也是，全部是用那个风景啊，整就是那种大自然的啦。就是问你为什么这样用？二八说自然的风景，因为悲情，你看像他大哥死了时候的整个就是一个老人，都是一个老人在盘旋，自然不是分镜啊，自然的风景，你特别用这种。没有，自然风景很简单，你在拍地方，你在拍片的地方，你找到一个拍片的地方，然后你要是一直存着脑子想要的画面，你是永远拍不到的。你在一个拍片的地方，你感觉很不错，表示它对你有用，你会选择。选择的时候，拍片的，你不管是拍片什么地方，你就旷野或什么，它会有它的特殊的，你去拍的时候的状态。这跟天气跟时间都有关联。早上、中午、晚上啊，这种时间或者是天气的变化都有。那这个是完全是。你看过，然后你想来这里拍，但是能不能拍到其实不知道，但是你总会来，拍不到再拍，我通常是这样，所以那个是不是你能够安排的，就是完全就是现实的那个状态，然后你把这个放在你的电影里面，把角色放进去，大概这样。但是不是写意，因为图片里面有这个写意的这个写意法，
对，写意的，它有那个自然世界，给你一个感觉，对不对？写意，你说写意是吧？对，花很多写意，我拍出来它就写意了，懂我意思吗？那你们不见得拍的时候要写意，你假使拍的时候存的这个观念，它写意就不在了。我的感觉是这样，其实你就是现场有那种味道，你把它拍下来，它就写意了。你要真的要说哦，这个地方我想拍，然后什么意，它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我感觉很难，对我来讲更难。我只是看得好，它我就拍了，它自然就有。二八呢？怎么会想？怎么会想要拍？怎么会想要拍这个二八的禁忌的？二八哦，好久了。那时候为什么会拍这个二八？他一直回来。不是二八，二八已经28年前了。对，我知道。但是好女孩，对，前20，好男和好女里面也有，对不对？我是什么时候看这一部分的？我已经忘掉了。好早的人。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什么时候对这个发生兴趣，然后去看？主要还是兰博州的那个《画马车之歌》，有他这个材料啦。有他一点这种背景，有他这种背景。主要是画马车的兰博州，好，就台湾一个作家，他写的非常已经是经典了。就是画马车之歌，画马车之歌就是里头悲情城市里他们那个监狱里头的被带走的时候都是唱这条歌，那这条歌是当时是一般他们是唱那个安魂曲，并不唱这条画马车之歌。画马车是一个日本非常悲伤的一个民谣，那这是里头的一个男主角在实际上在台湾叫钟浩东最喜欢的一条歌，而日文歌。那所以当所有的难友们被要点名要去枪毙的时候，一般是唱安魂曲，大家难友们在监狱里就点到谁名啊，就是个告别。可是就是钟浩东，就是好男好女的里头这个男主角，跟悲情城市我们的一些取样的这个钟浩东的这个故事，也是写了一本。好的，他就是特别爱这个画马车之歌的民谣，所以当他被就点到他名，他被出去枪毙的时候，所以这些监狱的难友们就唱这条歌。是因为那我想我们就是其实从小都知道这个故事，那还是因为有画马车之歌这本很动人的一个实体的故事，所以拍了用了悲情城市知识分子部分，那因为不够又再拍好男好女。朱编剧有提到说，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电影其实都只是因为对某个故事感兴趣，或是一些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对某一些可能回忆或什么产生了连接。那我比较好奇的地方是在创作完这些艺术作品之后，作为创作者本身会去预设说，希望观众得到什么，或是带走什么样的感觉吗？譬如说，特别是《飞行城市》这种处理伤口的电影。那会不知道侯导跟朱编剧会去预设希望，比如说台湾人在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伤口，他有一个处理方式，还是他其实最大的重点是不希望被遗忘？没有，你别想这个，想这个就别拍了。就是冲动，你看完这个，你就是有种愤慨，就想拍，而且它很动人，基本上这个故事非常，就是那个背景非常动人。你就拍了，你不能想那么多。那拍完以后会怎样不知道，但是这里面有个状态就是拍完之后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蒋经国去世还是什么，对，拍完之后就是正好台湾的政治背景开始转换，变成李登辉开始当总统。对，李登辉，我记得这个片子完了在威尼斯得奖之后，李登辉还召见我，在总统府。那这个正好，这个也真是这个 timing 很特别。你假如说还是蒋经国时代，他们你说他们会怎样？我想也不会。那
什么？因为他这是多少年亚洲在那个威尼斯有得金狮奖的片子，前面一个好像是日本的黑泽明。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他们是，你想想看，他们假使他们有那么笨嘛，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政治上你假使来打压这个或者禁这个片子，那一定会出很多，就是出很多不需要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是那个 timing 恰恰好，对我来讲。光是台湾大学对面的那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嘛，你就是个地下书，其实已经就是那个啊，不要说禁书，其实是非常多的。台大对面那个啊，口述资料是非常多的。其实只要你去找基本，那当然现在越来越档案，很多档案都出来会更多。那我就当时只能尽量就我们能够找到的，但是比你想象的多。其实是，我想问到这么深刻，就是我平时也很愿意看电影，然后尤其关注的是电影文学，就尤其是影评方面的，由电影衍生出来的这种文学形式。但是通过今天的讨论呢，我发现其实很多电影文学影评其实是对电影有一个过度的解读，就是本来没有那么多想法，但是在这个影评文学中被展示出来一个非常过于复杂的世界。那我想请问两位老师是如何看待这种电影文学对电影的过度解读？其实对大众是一种积极的引导呢，还是可以说是一种误导？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什么电影文学什么，这跟我们根本毫不相干。你拍的就是人。那你拍的内容就是打动你自己，你自己要有感觉，你才会拍嘛，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过来就是写实性，你不能是凭空造一个人，你可以从你众多的朋友之间，你的父母、你的亲戚，或者是你曾经看过的小说什么，你可以去找到一个角色，而不是说是这样子，不是像你说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自己跟你自己本身有绝对的关联性，你才会用嘛，你才会想拍嘛。所以是跟每个人都是个人，就是有很创作者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这种动力。你有这个动力，就是你有感觉，你才会拍。所以你自己有感觉才拍，或者你也希望你这样可以让人有感觉。让人有感觉的是你不能，那是好莱坞的片啊，这是另外一块，你就是非常精准的让人有感觉设计啊。但是呢，我不喜欢这种，我喜欢是我自己有感觉，就是我拍片自己。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因为你要有时候我就讲说非常扫兴嘛，就是说大家，因为他是从来不看影评的，这里他是公开说的，他是不看，很多导演看影评他就不看影评的，因为他也觉得看了对他也没用，他也对这个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他那也跟他无关这样。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说那是另外，我觉得作为创作者，好比我自己写小说，作为创作者，我是觉得写的时候你就是面对你当下你自己。把你脑子里所想的你全力以赴吧，你不要去设想说，我觉得那就糟糕了。你要想说是你以为你可以给观众什么，你要觉得观众会感动这个吗？我觉得这时候不能想这个事情啊。然后你会是说你要拍给影展看吗？或者是我在这地方我好像设有一些什么东西，有一些导演是这样，那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有力量的电影是没有这些事情的。但是东西出来之后大家怎么解读，好，就是作品出来之后我觉得那是这是那个
不关他的事才好，关他对，关他的事就糟糕了。他就是受影响啊，或太在乎。那你还要不要拍下一部呢？或你下一部你是不是要迎合某些影评呢？某些观众呢？这个就糟糕了啊！这个就完蛋了，你以后就别拍了，你永远就会在那个隧道里面。啊，但是我觉得一般，比如说像你们做这些讨论，这些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就好像像古典音乐，哈，有的是这样，你要训练去听哎。就像有些电影不知道它的好，但有些人就你也不能一直讲直觉，我就是觉得好就好，自己也不是这么说法。那这样是所有的学校都废掉了，都不要了？那也不是这么说法，而是就是说，我就把它分开。作为创作者，自己是；可是作为一个大众，有时候你是要学习的，是要学习的。好，所以说你说啊，这电影的是哇，我看不懂，我什么什么，那不就是一般观众？但你总是有一个善意，有个向上之心。我们以前听古典乐也是，那你就会啊，去听听这是怎么听，你会听到哦，原来这边是大提琴，那边是鼓什么，这都是一个训练的过程，都会让你分辨出好的是什么，不好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我认为是需要的。那但是作品出来各自解读，众生喧哗，好是好的。那只是就像我觉得你们的上课上得非常好，就是什么，我因为我听说你们上三个礼拜啊，做各种分析，各种这种理解什么的，然后到今天就是其实你们多少都看过，然后到今天六部一起看，有的时候就是你学了非常多，非常知道，好这也是必要。但是当你看的时候，不妨把你所学的其实可以暂时扔掉，好，但是当然你自己已经有了训练，你会看就分辨的啊。某种时候你把这些都扔掉，直接看不好看就不好看，好看就好，这是一个享受。我老师，我关于那个红气球之旅有几个问题，一个是那个，我想您这部电影是受奥赛美术馆的邀请拍的，对对对。巴黎处处都可以看到，它很多墙壁上都有画，很高的地方都有。哈可能就是看了那个墙壁吧，我想说那就再拍一个红气球。拍一个红气球就是一个想象的，就是小孩的一个想象，就是那个最小的，其实是一个想象的一个红气球。片子算了，来我来讲，因为他只管拍，因为当时那个奥赛美术馆要邀请的时候，你怎么去拍巴黎啊？啊，我们根本你说一个咖啡时光讲日语多少我们都还会，生活环境也相近，所以当时也是一样 study 各种看，都看西看，后来看到一本书非常好看，它反而是一个那个纽约的美国的一个作家，他专门在纽约客写专栏，他就写了一个说从月亮从巴黎到月亮，好，那他那个角度恰恰好，因为他自己是美国人，然后有机会好到巴黎，然后带了他的太太，然后在巴黎生了孩子，后来又生个孩子，所以他这个角度恰恰是一个外来者的一个角度，好，那他写到巴黎很多。他这本书里头呢，就讲到说，他从小其实在美国，他就看到他原来那个红气球是一个故事，哈，一个故事。后来那个导演把它拍成红气球。那在这个作家他写这个红气球，的时候，他说在他小时候，他觉得哦哟是一个非常冷酷的故事。他所以因为老师这个红气球跟着这个小孩。红气球要跟这个小孩到教室，要跟这个小孩上公车，结果所有的大人就是把这个红气球赶走，好，就是他到了那个什么餐厅外头的时候，红气球也是都不准进来，所以他小时候看这个
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巴黎的故事，他就留了这么一个印象。那因为这个红气球，所以是基本上是其实看了这本书，也是一本很厚的，写他整个五年在巴黎的时候看了以后，我们就说那就用这个红气球，然后也知道莫里斯，也知道那个莫里斯有拍过这部，就把他那个找来看啊，看了其实也非常喜欢莫里斯的那个红气球，那就跟他做个对话吧。而且其实映照出来了，那时候的红气球跟现在的红气球时代背景都变了。好，当时的红气球小孩可以四处游荡的，你看那个红气球小孩到哪里，那大人不管的。好，他说到，你就觉得哇，那时候世界好安全哦，好，就是小孩可以四处跑，也不怕被绑架，也不怕被什么坏人，治安不好什么这些，小孩乱跑的，四处乱跑，红气球这样。可是拍这个这时候的红气球就不一样了，啊，小孩要学钢琴，要什么，这个妈妈把你送去学这个学那个学那，安排的秘密的，好，不像那时候的红气球，小孩的天地非常的大，哎，那个天际线是无限的。所以就是两个对话对照采取了，就是那本书了，那本书很好看。对，哦 ，OK， 你我可以问问题吗？我是学生的，啊，没关系，问比较老的问题，因为是关于分类的问题。因为昨天我们在看那个类型电影，类型就讲到 genre， 就是它的分类型。那像我们有提到说传奇还有小说，那在唐朝传奇之前有志怪小说，六朝的志怪小说，那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看过的所谓的如果文学的分类跟电影的分类是不同的话，那像电影早期我们早一点的分类有像那他有拍过那个六朝怪谈，对啊，王菊金的，早期那根本是一个实验电影啊，对，那个早期那个像武侠就像那个吴金泉的什么龙门客栈之类的，那等于说文学的分类跟电影的分类事实上在这边是变成是一个两回事，对对对，不同的。所以昨天讲的其实讲电影的那个类型电影啦，你有那个讲侦探的，其实小说当然有侦探小说啊，什么各种罗曼史啊这些的，那这个电影其实也有类型。其实什么叫做类型，就是这个创作，其实如果讲文字的话，就是这个作者跟这读者是有一个契约的，一个无形的契约叫做类型。什么叫做这个契约呢？就是武侠小说，我的跟你的契约就是一个人可以从地上跳到那个空中，大家都不用去追问，就是我跟你是有这个无形的契约，这个叫做类型。比如侦探小说或什么啊，你就晓得说你进来的时候，我跟你其实都有一个潜规则，很多事情不要问的，我就是来了，然后我就是看着，这个叫做类型小说。类型小说有写的非常好的，就是互相有个契约。到我就说聂隐娘呢，大家想说是一个武侠电影，但是基本上它其实打破这个契约了。奇幻电影，你想看，你去我们做剧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从头到尾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凭什么可以杀人，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你凭什么替天行道？就像恐怖分子，你认为你是替天行道，你是行使正义，可是你直接会说凭什么你的正义是谁的正义呢？你替天行道，你是替谁行道？所以我们非常困扰，在做这个剧本的时候，第一个就要通过我们自己，凭什么可以杀人？可是你一个类型电影，一个武侠片，谁管你去问这个？你不是杀就杀了吗？这是大家的默契呀，好，这是大家的默契，你根本不必去问。好，我就是忠孝节义，比如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我就是跟你有仇，我就是把你杀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契约。好，大家都承认了，就进来看。但是你现在既然开始动剧本，你就在问说聂隐娘凭什么，为什么杀人？这个在传奇里没有的，这在传奇里他杀就去杀啦，他是一个杀人机器。好，基本上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剧本花最长的时间，第一个其实就是像问题意识，你就问了凭什么杀人，然后就要解决说他为什么可以杀人。那一个一个都在解决，是当到剪接的时候，到最后拍的时候，他全部都把我们的铺排，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其实在做剧本的时候一直在解决这个，
那你要想解决这个，它已经基本上就不是武侠电影了，这是类型。那我可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写实派的奇幻电影？随便可以啊，对，都可以的。这里有一个，你自己会找到角度就行了。还没有，是五分钟。哦，好的，还好。就有个人问，好的，好的，有一个人问说，大家这么尊敬您哈，导演大师，您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哎，这个人厉害的地方是谁问这个问题？大家哦，你小心了，他自己也是导演，对。问的啥？刚刚问的啥？就是您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的地方在哪里？特别厉害的地方，我有啊。这个东西很难自我解释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看电影，很小的时候拉着大人带我进去这样，所以影像对我来讲是很早。那所以后来就也不自觉的就慢慢就念这个科系了，那你就拍了，然后自己本身成长的时代跟家庭的故事其实也一大堆，所以很多东西可以做。然后对人的认识也非常的复杂，因为我本身就是城隍庙一群人，那个跟后来的黑社会其实已经有某种关联了，有些其实像我们一起的小孩，其实少年有些很早就去世了，主要就是跟人之间的斗争，然后有了到别的区块去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住的凤山啊，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所谓很正常，就是每个地方都有，我们叫角头，就是这个地方，譬如你说这个学校附近有一群人啊，就是这个，他也不是帮派，就从小在一起的，那就会跟外面发生冲突，或者是你家外面有人来这边干嘛，他们就会。把他们赶走或什么打架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以前就有，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拍了。那我比方说你怎么选音乐，你这个颜色也比较，你怎么用颜色的也是比较特别。我如果说这个是你的好处，你怎么厉害的地方？厉害的地方，对，你怎么记？怎么选啊？听的不错就选了，只会管理这个。看的不错了就用了，那这个是没办法解释的，你懂我意思吗？对，这就是个人的眼界，你个人的眼界，那眼界要怎么培养？那是北京城市，多看电影，多看小说啊，用那场，对，以后就来吧，就一般这样的，那怎么选？我那个记不得了，应该是那个女妖，那个对，我知道，叫他们俩唱那条，是因为那个唱片，我记得好像那个唱片好像是天文他的外公的，是哥伦比亚。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哥伦比亚，对对。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间听到了，我感觉特别有特别有感觉，我就把它用过来。因为我外公就是日据时代，他们就是他们听古典音乐听什么都是日本来的，日本的哥伦比亚公司是很有，那是黑胶唱片吧那时候。古美亚。哈。古美亚。古美亚啊，总之都是，所以我外公家还保存了那种。摇的上发条的，上发条的，哎，那个在东东的假期里都用到。然后他听的是什么？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其实都是我外公的唱片啦。有那个背景声是用了罗雷莱的。罗雷莱，对，所以我刚刚问的就是林罗。是啊，是啊，其实就是那时候。全部是那个哥伦比亚，对，那个日本的唱片，都是我外公他们都保存的非常好。反正当导演呢，你感觉什么好用就用吧。所以你们要其实需要的房子你接触很多，然后你有感觉你就会拿过来用，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遵照什么，
你说你们刚开始拍，你还去找一个专门设计音乐的吗？不需要，你自己喜欢就用了，对吧？这样反而比较直接，比较符合你的那个你的年龄跟你现在的思路的想法。你现在拍了一个电影，就是你感觉怎么过你就怎么用，基本上是这样。你这样才能培养个体。我们昨天还在聊嘛，因为回答就是讲说觉得特别厉害的地方。昨天这一位那个女士哈，她有提到，她说有人问那个希区考克，哈，说一个电影的那个重要的成功的要素是有三个，哈，那问希区考克你认为是怎么？希区考克就说。剧本，哈，是这样子，啊，就是剧本，所以那个希区考克在拍摄现场的时候是，他根本都就是坐在那个导演椅上，跟大家执行，按照他那个非常严密的剧本跟设计，镜头分镜都分的几秒的这种，他根本不用坐就在那。那我就回到你，恰恰相反，所以说。我用这个来回答说，如果要问说是对他来讲拍个剧本最重要能够成功的一个因素，在他来讲应该是现场，一切现场见。这也许是他特别厉害的地方吧，这也很难传授的。因为你那整个底是没有，就所谓的电影拍摄所有的这些基础的，在台湾是没有的。所以完全要靠自己，意思就是这样，你爱怎么弄怎么弄。但是你会这样子选择，基本上就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才会有一个特色，这样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们其实每个都是这样，你们不要一直遵照说什么哦，有一个影子，希区考克的谁的谁的谁的，千万不要这样。你还是眼睛看着现实，然后你要拍的题材内容是什么，然后你在里面去寻找自己喜欢的、自己想的，就等于这样。我有一个问题是想说，那导演说就是注重写实，但是像对于在电影里面，他的有朋友同学他想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中文母语的观众需要看德文字幕才能理解电影台词的话，对电影的表达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否是导演？电影我没听懂，哪一个电影里面的台词？就是电影娘里面的台词，如果有些观众甚至是中文母语者都必须要看字幕才能够听得懂、了解的话，那这样子对于导演这么注重写实，然后直接呈现，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导演当初有没有思考这个这块的注重？没有，没有，因为我感觉那个本来就是唐朝啊，唐朝你现在用这样普通话讲。我没办法接受，哎，我一点都没办法。导演说过那不是文言文，是不是文言文？但是基本上是简约的文字，基本上你懂我意思吗？不可能像现在的普通话这样子，你一定要有个形式嘛。哪怕不是文言文，但是你说的很简，你懂我意思吗？就很简约这样，它就有一个味道，接近文言文这样。因为文言文不是说的，文言文是写的，跟说的不一样，所以你自己可以发明，你可以发明一种形式，你自己通过了，那就对了。我自己通过了 ，OK。哎，我想尤其发生什么事情，妈妈，
妈妈这样责备那场责备什么，就是你说父亲都不讲话是不是，两个呆在那里，可镜头又留得很长，对，很长，然后也没有动作，然后也互相也不讲话，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可是他就是他问为什么？他问的是为什么？对，他问为什么要为什么这样？你常就留着长长的，但是其实他们讲的话也互相不会答。那我没办法回答你，因为我也忘了。剪接的时候我会，反正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剪接的时候，他就决定。当然事后有时候你也会感觉好像就像你现在看的好啰嗦太长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已经剪了，你已经上片了，就算了。真的不能再剪啊，不能再剪，再剪，再剪。你说什么时候再剪？上完片了。 你说如果太长，比如说就像电影一样，都不会想要再剪。不会，不会。为什么？你的这个片子是这个时期拍的，然后这个时期就有这个时期的状态，哪怕你已经脑子坏了也是一个状态。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不需要去不停的去调整，不需要拍新的。对，你要是要拍你就再拍一个新的，我绝对不回头弄那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拍完就没兴趣了，我要拍新的，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一直挣扎着，我那个上部片什么东西没弄好，什么？你当时就要弄好，你自己通过了就 OK 了，哪怕是错的就错吧。但我想那个朋友还是很困惑哈。其实我同学，其实我想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现在感觉不就觉得他为什么像呆滞？可不可以说？吱个声吧，你可不可以吱个声？就不吱声，两个在那里，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哈，因为我也有朋友这种反应，我觉得这是不晓得，也许你若干年后再看吧。好，再看的时候，因为好比我另外一个朋友看，我有一个朋友就说，怎么都这样，大家都不吱声的。可是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哇，所有的空镜都令人紧张。好比他也这样讲。就是说当你可能感觉到那个，其实这也是一种，是不是特别是侯导的表达方式，大家都有指出来，它表面都是一个表面，但是如果你收得到它的频率的时候，收得到它的时候，你就感觉哇，那个底下的那个波涛汹涌啊，上面是没事平平的，但是他的讲的每个镜头都紧张，其实就是觉得他，你都觉得他那个任何的镜头其实都是聂隐娘在看，他不知道是在树上，在哪里，这个杀机随时出来，这是鸟化一飞，你觉得是他的杀机，他的那种杀气使得空气产生什么，那个鸟就飞出来，比方类似这样。所以也许有些人可以感觉到底下的那个张力吧，我们说那个张力是在表面上是无波的，但是底下现在感觉不到，我觉得也没关系。我就看我们小金一样，我就小金欧祖的电影，我早年看根本都在打瞌睡中，觉得他每部都一样。可是现在三十年后再看啊，觉得他一点都不过时。很多导演看你就觉得哎呀，有些很幼稚啊，就早年时候你看觉得是经典，什么看没有那么好了。欧祖的片啊，但是那个小金的你现在看哇，觉得他简直是三十年后看都这么好，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日后也许你还有忽然某日那个。忽然有兴趣的话来看，也许感觉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好像结束了，对不对？对，五点到了。你又最后一个问题，好，可以。两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是怎么去把握那种我管这叫历史的印象的？就是在选择那些参考材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去去来构建自己？都是没有，你年龄到了就有了，你要不停的进入，不停的看就会有，你不去看，不去接触，就永远没有。你以为开始就有，不可能，你要接触久了，你就会有，一定的。所以不见得一开始就拍电影，你可以看，不
不同的媒介，小说啊什么都可以，那个都是在刺激你对这个现实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你的想象，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学的电影就每天就是只想着要怎么拍，不是这件事。你还是要生活，在生活里面你会得到更多。还有就是阅读文字的，它是间接的，它会有一个想象，你影像是直接的，反而你要看小说看得多，而不是看电影看得多，基本上是这样。然后你生活的细节你慢慢就会越来越敏感，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们一毕业马上就是要拍电影，急着就是每天就是在找这个，找谁一起写剧本啊，看谁有钱啊，家里面可以挖了就挖了，千万别想这个，基本上还是就是非常稳定的继续，虽然毕业了，但是你还是在现实世界里面，或者是在文字世界或电影世界里面，你不停的还在学习，还在吸收，这个最重要。非常好。